当最新屏东潮州有跳伞训练，场面壮观，连线给曾宏文。好，这几天陆军航特部都在屏东潮州空降场进行跳伞训练。蓝天白云的好天气，空中出现好几朵绿色伞花，看起来场面十分壮观。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状况。好，可以看到国军搭乘C-13动运输机飞到目标区上空，依序从舱门跃出，而伞花朵朵开的奇景也吸引不少民众来观看。可以看到有不少民众路过都会纷纷停下车来拿出手机来录影，还有人是特别带着孙子来看。而这例行性的跳伞训练也是验证国军的训练成果。那以上就是在屏东潮州现场最新状况。